你想要帮忙是很好的，但是拯救国家是一件大事情。你呢，只是一个小孩子，大人做大事，小孩做小事，所以啊，你就跟羊待在一起吧。可是，我去找找以色列了。他们强壮，我很弱小；他们打仗，我得留下。为何小孩不能做大事？在大卫的哥哥们。